韩豪杰，大东强第六代运动员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打法硬朗，力量十足，具备力量型选手所有的特点，在俱乐部中被队友们称为力王。韩豪杰终于从我们青年赛来到了这个勇士荣耀的比赛了啊，这是我们的首战。是，这感觉啊，韩豪杰一出场，整个的状态就非常的兴奋。哎呦，这一下踢到了这个腿的副韧带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